T90A 90垮托搅拌机功能简介。首先介绍搅拌机操作面板。第一个，自动升降功能，上升下降。第二个，四段变速，低速、中速、高速，总共有四段变速。紧急停止，紧急停止钮，启动钮，计时器。首先操作时，将料桶到达上升定位，选择后启动所使用的转速档。低速操作时直接启动，选择启动钮即可。操作前先检查料桶扳手是否到达定位，料桶栓塞是否到达定位。检查后选择转速并启动。当启动后停止时，将转速旋转至其他转速即可停止。换速时将转速档换至所需档数即可启动。产品总共有四个档数，四个档数数据分别可在公司 DM 可看得到。选择时可使用计时器功能，计时器功能最左侧为连续操作，另外有15分钟计时器可做操作以及定时。